銀星陀螺戰士後代、火星亞雷斯同埋四季陀螺戰士，代表春天嘅星座，利華斯和130 W Squared 會進行防禦型嘅非超強對戰，大家萬勿錯過。你而家首先用攻擊陀螺盤進行。火星亞雷斯 EWB 的形態防禦去，火星亞雷斯勝出。咁係時候我哋要挑戰復仇者，去攞走翻被搶走嘅星星碎片力量。復仇者，今次火星亞雷斯都會以右回轉，同埋利華斯王都係以左右回轉。竟然是廖華斯王勝出，冇可能，俾多次，左回轉，火星亞雷斯，你左回轉，原本復仇者被送出擂台，究竟他們火星亞雷斯同埋廖華斯王點樣激烈嘅對戰呢？亞雷斯似乎就嚟都冇乜力咯喎，仲有冇支持落去咧？利華斯王都開始變得唔穩定了喎，我的亞雷斯現在支持不到了，最後的勝利者是利華斯王，但是他們觸發了一件事，就是邪惡復仇者。